们说最抠的人见到我都会给我花钱。哎呦呦，哎呦，我真的是，我真的，你知道那个，那也是啊，哇塞，真的是。我跟你说，那个魏大勋说他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从他那儿抠到过一分钱，抠到过一分钱。他特别抠，他连跟王源两人一起出去旅行了一下，都回来给王源算了个 AA 制。他们说网上有一个那个帖子说，最想看的一个节目，魏大勋、娜姐、杨迪做一个节目叫《天天理财》。